嗨，大家好，我是 Bingo 叔叔。现在要帮大家介绍，等一下要组装的这个就是小朋友最流行的佩佩猪的一个基地停车基地模型。前一阵子已经有做过一些 Spider-Man、Batman， 还有超人，还有消防车的一些模型，越做越好玩。我觉得小朋友有兴趣也可以多试试一下。好，那我们待会就要来进行这个佩佩猪的模型喽。好，打开了，耶、yeah ！对，哦，这是一个轮子造型的，像一个轮子的盒子一样。那我们来看它怎么装呢？哇，里面有这个耶，这个，还有他用的贴纸，耶，那里面的佩佩猪的车子啊，已经装好了。哦，这个就不用装，待会就放上去就可以了。那我们来看怎么装。可以转，这个可以转。哎，应该蛮好玩的哦。我来看看他这个车子，好像没有安装说明书，所以待会要研究一下，看一下怎么装哈。这个是这样打开，然后红色的要，我看一下，停车场在这里，这个蓝色的车子从哪边出来？会从这边出来，所以是这样子的，是这样子的。啊，有了，它的组装在侧面这边，哦，在侧面这边可以组装。可以组装，那我们来看一下，要有三个支点，三个定点，所以这个圈圈，这个圈圈，这个，还有这个。这样放好，上去，装上去，放低一点。
样子。这个吗？Yeah， 你看这个桥可以这样过来哦。
Yeah。Sticker。